因为察打一体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特点就是说是你不知道这个地面目标是个什么样子的特性，所以说地面目标的类型非常多，地面非常多的话，你不可能用一种弹或者用一两种弹就来对付所有的目标，可能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目标准备不同的武器。 无人机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大系统，机、炸，还包括弹，所以它对整个军工产业的带动是很大的。